又到了，先来一首《海军进行曲》。乘长风破巨浪，我海军勇向前方。为什么连海军的你也会唱啊？开玩笑，以前我们是忠正义雄。是，哎，该来的还是要面对，还是要面对了。但是今天的这个要拍的这段，我完全是为你个人，为你个人量身打造。我知道，其实这个通告其实大概在我当兵的时候，对，就已经有在安排了。我本来想说我逃过一劫了，对，就没想到该来的还是来的，还是要来。Rundown 上面还是安了水下作业大队几个字，而且我跟你讲，目前国内所有的艺人当中，只有你，你可以下潜到水里面60公尺以上，大概跟潜水艇差不多。太会死掉了，会深太深。还有屁的更不得了的是，是你是潜下去5分钟可以不呼吸耶，也没有那么久，也没有那么久。潜下去的话会耗体力，所以大概1-2分钟就要起来了。你怎么会选择水下作业大队？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跟你讲，海军这个军种相当了不起。是，但是你要去海军，你就要航海啊，要出去。第一个我会晕船，晕船不行，我不太行，不行。对，我潜水，你会怕？我还是会怕，我有幽闭恐惧症。对，但是我排除万难，为什么一定要来拍这个水下作业大队？来蹭嘛？我就是，不是，我就是为了你。因为我觉得如果每一个单元都是只有表现我一个人，没有意义嘛，所以我这一集我是想跟百强一起，在这边就送你入伍，我希望你好好的在水下做。你不进去吗？我跟你讲，听说今天这样训练虽然好像有一点激烈，但是呢有为你量身打造。这个我跟你讲，如果今天你真的要我去训练，对不对？我不可以说什么，你知道意思吗？幼稚园班的这个我不来的。你要玩真的，我就是来真的、啊。没问题，我的心情很沉重，对啊，因为我也没办法陪你们两个进去，我这样目送你们两个，我又帮不上忙，我真的心里很万分痛苦。至少跟孟哲讲说，你帮我那个饭店订近一点，你们随时有什么需要，我可以马上过来。我跟你讲，我希望他赶快拿到中华民国国籍。对，我也是。拿到以后呢，我看他这样怎么去拍蛙壁。其实现在可以同性结婚，还是你跟孟哲就结婚算了。我跟你讲，这表示我们节目真的走在最前面。你要说我们是谁？我会说假结婚。对。那你们就做给他们看，你做给他们看。到底要不要进去？要守多久？我以为你就有要赶快回饭店，撑不住。好了 ，OK， 终究是要面对的了。是。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日水下作业大队 ，Check it out，Yes，Yes。我其实刚刚都做效果，我心里很舍不得，因为这种比较难的拍摄，我通常都是要亲力亲为，我要在旁边看，心里真的是非常贪心。但是呢，你就算能进去看，你有什么用？你能干嘛嘛？我可以喊救命啊！快来救他一个，救救命！还需要你讲吗？我戏就会叫救命的，你就会叫，我最会叫救命。叫一次我听一看。救命啊！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想要进去？不要再拖延了，快点进去好不好？我刚刚订了 buffet， 再不去吃不行了，快点进去。好不好？看一下，水下作业大队啊！我先检查一下你的服装仪容怎么样？胡子为什么不刮？忘记了是不是？是，是不是要绑粽子啊？啊？屁股怎么不夹紧呢？啊？不好意思，可以请真正的长官进来吗？你好像不是长官，这样子是。这个套路你怎么都会啊？会，莫名其妙。我们欢迎水下作业大队陈大队长，欢迎。团长好，欢迎台哥还有屁的来到水下作业大队。欢迎来到大队。我想这次的训练，我想台哥也是主要跟 Kid 想要挑战一下潜水员训练方面有什么跟其他军种不一样的地方。对，这个其实我是这样子，我为什么会想说真的要来水下作业大队？我们艺人界有没有人可以跟这几位士官一起在海里面作业呢？是，我就想到了 Kid。可能有机会，什么时候不想那个时候想到我。水下作业大队是主要以救难为主、对，不像这个陆战队，它是以攻势的作战为主，了解了解。所以说特性不太一样，主要有两个专长，第一个是潜水救难，另外一个就是水中爆破。等一下，第一个就是有关救难的技术，救难的技术应该要学习。
写，另外一个就是爆破的作业。爆破的作业，对，爆破，我们没有要爆破的。不是，不是，我现在用模拟想象，就游，然后装了炸弹下去。然后我还没游开，它就爆炸了。不会不会，这个绝对不会。对，因为尤其是 Kid， 自从是当了兵了，他当了一个替代以后，他自己到现在都愤愤不平。对，他一直想签下去。现在就是陆海空到底是哪个军种？他到底要签哪个军种？我跟你讲，我到现在我真的好想回到我那个替代役的部队里面，因为我发现我出来进去的军种都比我在替代役里面辛苦一百万倍，是不是？你就知道我们其他国军弟兄。真的是相当的，真的非常辛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晚上晚饭在这边吃吗？没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捞一餐再说。好，水下做一大堆，开始 ，Yeah！ 因为今天第一天，我们舟车劳顿下来，时间有点晚，然后好好回去整顿，收拾一下心情。今天结束了，今天结束了，三点半而已。要不要下个水嘛？下个水啊。来啊，来，真的吗？潜水啊 ，OK 啊，不就是潜水吗？能多难？对啊。到底是真的结束了吗？今天真的结束了，我们今天先休息一下。到底有多累？被我们讲得很恐怖哎。这样子，比方说我们以年纪或你资格来论，不算大哥嘛，你小弟是，你应该要再有一个小弟。我应该培养个小弟嘛。小弟是谁嘛？因为我哈你，你就要哈他。对，哪里派一个帅的来，我哈他又要被公干。对不对？到底明天要干嘛？我现在到现在都不知道。哎，太恐怖了吧！要不然我们去看一下学长呗。你们看一下学长。好了，虽然说已经是冬天了，没错，但是高雄的这个烈日啊，对，还是相当的厉害，非常好的天气，体感温度。身为一个军人，服装礼仪是一定要的，好不好？来，导师你啊，海哥，怎样？你的胡子为什么长不出来啊？干嘛、啊？穿拖鞋是不是啊？不要再闹这些东西，哎、欸，老师要展开一整天的授训，麻烦你。你在那边又在搭呼什么？你昨天我整天在那边玩耍，人家是不是要回去要冷气开着睡觉？没有没有，我今天很多事情要忙。什么事？昨天晚上去演讲，去准备一下。还另外世界演讲啊？白天对啊，我世界演讲啊。你到底有什么好讲？高雄的青年人需要我，青年发展局。啊啊，走了，来了，来了，出发喽！去了，一开始就要先脱衣服了，就要先这份这身打扮了。哎，厉害厉害，我们这个每个军官的体格都 OK 的，可以。办，哎，搬，画，等下画线，画一下，婴儿油，婴儿油，我们照他的那个线画一下，好，谢谢，好辛苦，不要啦，哎，完蛋了啦，不要啦。帅！我刚才想里面塞东西了，下面不是书啊。很闹啦！哎，我们真的太不行了啦，这身材。进！中欧，中欧。好，这位厉害了，是我们的曾教官，人称。你的绰号是什么？要讲吗？讲。海王子，玩，听起来蛮可爱的。我其实在外面也有海王子之称。那敢问你是海军几期上来的？义务役士兵转服成军官的。我操！这怎么意思？什么意思？报，可以解释一下吗？哇，他是真正从一个士兵，一个兵啊，对，从二兵一直干到中校，完的。今天遇到这个惨了，我。所以他。这个过程要多久？目前是18年，已经18年了。哇塞，了不起！这个是了不起，真的了不起。像我想请问你教官，像这样他有奶环之后应该怎么处理？没关系，我们会有特殊的处理。我帮你剪掉，如果需要的话，我帮你剪掉。不需要。请问教官，像比方说他今天胡子特别刮干净，
但他胸毛没有刮，这个也要处分吗？那正常是要一下的，但是没关系。胸毛也不行。你想一下正常，如果说今天服仪是不合规定的时候，还有奶毛，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处分吗？那但像这种特殊的状况，是就可能至少要服仪女生至少50下以上的起跳。那如果又再犯的话，那当然就是一直加倍，一直加。那报告教官，是像他奶头是这么凸。这么凸的状况下，扇子呢？这也会要需要惩罚吗？不方便吗？其实我是很凸的 ，OK。像这种是 OK， 这样不用惩罚。那我们就要入列了。好了，请正式入列我们一日系列训练科目整木训练，请入列。整木训练阴道十六，直道十六，报告完毕。挑战。老夫好。好。接下来整木训练交给我们有限中士张正中教官。那在训练过程中，今天如果有问题，可以立即反应。没问题。没有。好，扫地之后开始动作。起。运动队形，准备。上。啊。高向上伸展，把你的肌肉拉开来。一、二，先压左脚。一。好，待会我们先执行示范组六个人整木，来出列，六个人出列。像这样子整木运动，是站在两边比较好，还是中间比较好？要看那个身高啦。那哪一个位置比较好？啊，不是，我是说哪个位置比较省力？这样讲也不对，不对不对，就哪个位置，就是哪个比较好啦？应该中间比较好。中间比较好。所以呢，这样可以吗？像我们，我觉得这四个学长最衰。我觉得你要在最右边的第二个，我才能在中间有人要保护我。我就等于在后面保护你，这不是一个团队合作，为什么我要保护你？所以你要先保护我。对，我要保护你。你保护我，我才能保护你，你懂意思吗？我觉得我保护自己好像比较轻松一点。是这样子吗？对，我知道。他会不会他们六个要跟我其中一个插进去，跟他们继续来一次？对，是这样子。你们两个加入他们。啊，问题是他们已经，他们已经超过嘞。这对他们来说小 case。真的假的啦？屁啦！好，那个 Kid 跟台哥，嘿、hey! ，请入列。待会闻听就位的口令时，请大家面向枕木，双脚与肩同宽，蹲下来，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来就位，双脚与肩同宽，左手在上。举枕木，举枕木，哎，二。手不要换，手不要换。操！枕木，不是，我操！我不骗你。为什么？你们要出力啊，弟兄们！弟兄们，你操！来，整木上肩，整木上肩，一二，好，撑好了，撑好。好快，好快，脚过不到去，盯不到他，盯不到他，没他盯。注意，两只手抱好你的整木。一、二、二、三、二、五、二，整木深蹲预备。一、二。二二，报告长官，
这个运动就是要配合大家，如果有人偷懒，就会有人中，举得比较重。如果你们想要让前面的举得重一点，或后面举得重一点，你就让你的杠离开你的肩膀，待会我就加重你们的训练。报销完。我觉得我人太矮了，我弄不到这个杠。好，那我们让台哥试一下第一位。好。好，我靠，顶到了吗？好 ，OK。哎，换边。换边。换边。一二。换边。一二。好。二。转木上举背。哎。声音，大家有没有出力啊？搞什么东西啊？啊！啊有了，胸拉运动背。二二三二。好，转步上肩。转步上肩。二二。我肩。二二。转步上肩。二二。举好举好，不要当团队的害群之马。二二二二三二二二二五二四三五二二，好，蹲下去。好，海哥，还好吗？还好。Peter， 非常好，长官。很好，待会我们进行到下一个科目。操作训练，请问有休息时间吗？没有，没有。是。各位，你就有整木了吗？这不是原本的设定的吗？原本的整木，这很 OK 吗？整木上肩，一二，整木换肩，一二，整木下肩，一二。我跟你讲，刚刚还好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忙，你知道？对。然后我身高又刚好比较矮一点。对，我刚刚在中间，其实真的超级重。如果我们刚刚是六个人在这里面，应该现在已经弄不起来，弄不起来，绝对弄不起来，绝对弄不起来。你看一下你们的肩膀刚刚的那个压痕，很深呢。我刚是我跟你讲，我刚好他还好，他还好，他中间在偷懒。真的有人保护？我不骗你。问一下助教，助教你好。教官是。教官，我想请教一下，像我们新进的我们的这个士兵同志们，他们不会一开始就做这个吧？一开始会有体能的训练，对，体能训练到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大概多久？大概要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就要马上上整木了。那这个整木运动有没有，比方说分初级整木、中级整木跟中级整木，有没有这样？有，我们目前做的都是初级的。初级的，不要闹了，这刚刚那是初级的吗？初级的，真的假的啦？这个大概公斤数大概多少？这个大概200公斤左右。我们如果再上去呢？再上去会让大家坐下来做仰卧起坐的动作。那所以说，如果说今天没有完成这些动作，是没有办法结训的。对，没办法结训。那我可以不要结训吗？跟你讲，我第一天就退训，我真的不骗你。真的。所以接下来，请问一下队长，我们要做些什么？操作的训练是。那其实这个动作跟我们整木的动作是一样，是操作就是六个人为一组。那我想问一下教官，那个周应该比较轻吧？比较轻，对。但是我们人数就比较少，变成六个。我们会尽量让大家平均分散，让大家出的力气一样，这样才可以。你看得出来谁在摸鱼？你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你看出来？你看出来？刚刚他也在摸，你看得出来吗？刚 Peter 很认真的。那谁在摸鱼？什么教官？教官，谁在摸鱼？谁在摸鱼？有蚂蚁在身上跑，就说我不行不行，谁是谁？是谁嘛？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把他叫下来，然后把他骂。就算蚂蚁，任何东西就是不能动，就是不能，就是不能动嘛。对，是。就是训练嘛。是。那个太多蚂蚁。海哥，你再推一点点。好，太多蚂蚁。超声训练开始。交周，举交周，一二，交周上肩，交周上肩，一二，重重，挥舞，严肃，坚持，忍耐，积极，勇敢，交周下肩，一二。大概是这样，然后待会我们会按照这个方肌做绕圈。绕圈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走绕圈的，大概12多公里而已。12公里，对，12多个小时。
好了，好了，开始，来了。好，就位。许家忠，许家忠，哎哦，还没有。先到腰就好，先到腰就好。交通上天，哎哦。观众们站起来。二二，我是一个潜水员。我是一个潜水员，每天从早操到晚，精神拿出，上岗接训那一天，水下作业我最强。我是一个潜水员，每天照样吃十顿饭。One two three four， yeah， woo。交手下天，交手下天，哎二。海哥，还好吗？那个，教官，教官平常了，我们这只是一小段路而已。是，他们抬着这个舟，他们大概跑多久？营区绕一圈啊？营区，请问这个绕一圈？请问这个营区一圈大概400公尺？400公尺，那你会不会突然间压起来，然后说跑不走？我会突然间压开，然后就跳到艇上面。你是说真的？是真的假的啦？加重量，才刚开始。我是觉得还要再走一圈呢、啊，然后教官要跳上去了。你先讲，你讲的话好像在干嘛？我们不行是不是啊？在女朋友面前怎样逞威风啊？你来啊，你来啊！不行是不是？干嘛、啊？来，这样、啊。待会我就跳第一艇了哈。第一艇是你哦、啊，你不是第二艇，我第二艇的。是。照理来讲，我应该是指挥官的你。我来跳了啦。你凭什么跳？我们同哎啊。看一下，我先看一下教官怎么。好 ，OK。你加入了。哦，教官是直接上去的。你不是要直接跳上去吗？先示范了。好。许教授，许教授，备二。教授上天，备二。然后教官摔下来啊，就试试看。啊，起步，走。我是一个潜水员，每天从早操到晚，从上。挥舞，元首，直到变成大飞龙，有一天变成潜水主角，很爽，忍耐，坚持 ，One two three four， 一呀，呼，腰中下肩，腰中下肩，哎二。干什么？快去啊！腰收下去，哎，二，很好，好，两个还可以吗？可以。现在才第二个科目，总共会几个科目啊？25个，大概差不多。什么东西你在讲什么？10个了，差不多10个。贵单位平常就是10个科目，不止的。你怎么笑得出来？我就问。对，这些都对我们来讲算非常基础的训练。下一个科目，下一个科目什么？陆上防呛训练。防呛训练。防呛训练，开始。我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把面镜戴起来。2、5、4、6。哦。
鞋子掉。可以的话，那台哥，我们先把水先装到里面，还是台哥我帮你装好了？因为我们先不装，试戴完，等下开始正式开始之后，您来帮我弄。台哥，你要装水吗？还是你就不装？装水，装水，装水，当然装水。假的，他每个拍在装水啊，装水，现在拍哎，装不装水要装威士忌吗？拍哎，对啊，对啊。老台哥现在可以吗？眼睛睁开，台哥，我休克了。台哥眼睛可以再睁开一点吗？休克了。好，那台哥我们先起立。台哥你还在吗？哦，有点听得到哈。听得到。台哥，我们开始喽。站着就不行了。对不起。哎，他那个水会是为什么会是他自己会往里面污染里面冲哎？因为我们习惯是用鼻子去呼吸啊。但是可是我明明就没有用鼻子啊。但是你还习惯性会想去吸它。那你可以吗？我跟海哥，我可以啊。你要你很屌就对了。不是很屌，快不行了。来加水。好，可以吗？好。我跟你讲，这真的是要慢慢适应，我差不多快要适应了。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社训最辛苦的一个了。1、2、3、1、2、3、5、2、3、5、2、3。还在可以吗？好。好，波平到，波平到一半。还没，还没。1、2、3、4、5、2、3、4、6、2、3、4。来，各位浇花水，套在手上动作。这样，OK。怎么掉了嘞？教官，我也想被喷。等下会喷到你的。今天这个真是要老命的体验。阿追，陆上防枪训练开始。我再给各位十秒钟的时间，将你们的面具装满水，戴起来。9、8、7、6，快点！5、4、2，要转身了没有？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啊？慢慢推推的是怎么样？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没问题。回收一半。2、2、3、2、5、2。马上一动预备，1、2、3、2、3、3、2、3，波比运动，波比运动预备，水都被你喝完了，你喝点水，波比运动预备。
要多久？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蛙鞋怎么掉了嘞？来停停停！蛙鞋怎么掉嘞？停下！各位大哥，好，刚才有没有做好？我们再做一次。1、2、3、4、5、6、7、8、9。我在跳伞。好，躺平。请你完成了我们的陆上防枪训练。哎，我跟你讲，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国军。没错，真的要给他们鼓励。看画面真的都完全就是没什么感觉，但这亲自这样下来的时候，哇，太有感觉了，好哭哦。台哥真的很棒，你刚刚真的很棒。我在旁边看台哥体力真的很好，其实他真的很好，对他就是比较不会用这个器具。我其实刚刚这样转头看，偷偷看你，我觉得哇，好感动。好，台哥，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带一个我们的呼呀，就是一个凝聚向心的一个动作。了解，好，应该的。台哥，我们来到后面位置。呼呀，海军水上追逃队！呼呀，海军水上追逃队！呼呀，训练班！呼呀，训练班！这台哥，我们会再到泳池上面再做我们的水中的防呛训练。是啊，我们刚不是已经防呛了吗？对，不是，刚不是结训典礼？哦，还没，我差点要踢正步嘞。对，不是说有十几项，刚十几项嘞？没有，刚刚是第三。我们每一个不同科目都会有很多项。他刚刚只是刚啊。啊，下面有很多科目，刚科科属种嘛，可以啊 ，OK， 生物学的不错嘛，好不好？下一个科目是？是要一个科目是水中防呛训练。水中防呛训练 ，check it out。马上要进行下午的科目了，是，我们两个站在组长的旁边，是，好像两个在演白蛇传一样。我们平时怎么会？他们两个，他整个晒成古铜色。所以鲍组长，我们接下来的科目是，我们早上已经完成了陆上的防呛训练，是，那进阶的现在要实施水中防呛跟水肺的基础训练。那这边我们还是有所谓的等级之分，怎么分？您说，浅水区1.2公尺，1.2公尺的，深水区3.8公尺，3.8公尺。我是没有问题，因为3.8公尺游泳都没有问题。是，所以我们要先选进阶跟进阶，一人要负责一边。所以这不是说我不去进阶，没有，还没选啊。你怎么说你就自己要选出阶，还没选啊？那你觉得你是选出？你选吗？我选啊！啊，你选嘛？当然是选出阶啦。我选进阶谁要看啊？当然是要看你去进阶，然后后来就噗噗噗噗噗噗噗，然后一关就跳下去，然后就哎，台哥，那种才好看。所以我们要卡掉。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请问你是选进阶还是出阶啊？报告，我仍然选出阶。好了，不要这样了。好了，既然你这样选，大家不满意，对，我来选了。好了，来了。好了，来，我不推迟了，好不好 ？Kid， 进阶。谢泰哥，由我来示范出阶的。OK，OK，OK， check it out。示范科目就是有面镜排水跟潜泳，就是平潜，外面说的平潜不是游泳，是潜，对，就是潜的这样子啊。我懂了，就是平潜过去，问题还要回来哦。对，还要回来。对，意思就是一口气的意思，一口气，一口气。对，我现在了解他的意思，我懂了。好，预备，走。
怎么？什么里面都是水？怎么里面都还是水？好吧。来呗，走。还是没有完成哦。哎、欸，奇怪，台哥，你的台太高了，台太高了，其实看一点点就好，有缝就好了，因为鼻子的气进去之后，水就会弹出来。走。台哥，你这边打不是这是有水，你这边打太开了，你不用抬，你不用抬，这样就好，微微开就好了。微开，对，啊，我懂了，我打太开了。对，你打太开，打开了，所以你的空气都跑掉了，好像有水又回来。对，水又回来了，再做一次，走。成两个班，我们先做装备下水前的检查。所以平常我们这学员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教官开始的时候也会这样手把手的教，没有听不懂就是直接骂，然后做不好就是直接出。啊，他从来没有用过呢。澳门就是示范过一次之后，你一次两次不会可以接受，但是你三次以上我们会骂。那问题是他又不是天才，他没天分就不要干这样。好了，等一下文婷预备的时候，台哥就要做好准备。然后听到走的时候，就是出发。好，要了解吗？来，预备，走。台哥，你一次就把我们给你的目标。完成了。但是有一种美中不足的，就是你的肺一直停在里面，到底为什么？就是你的气可能会吸得太饱了，你可以试着不要吸那么饱的气。哦，你的肺部吸得太饱，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会鼓起来了，鼓起来。有。
下去了，对。台哥，你好像有一点我们潜水人的天分。没有啊，我试试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回得来。啊，是。来，预备，好。你以为这个距离很短，但是台哥，我必须讲一句，你很厉害，算可以，算很厉害，因为你就只差这么一点了。通常我们这样子的话，不会一次就到。台哥要把它完成吗？有有有，就差这一段，感觉差这一段，就差这一段而已，30公分，30公分。教官教的非常好，因为我自己会游泳，所以教官的提点很清楚。是的，我算是完成这一项，完成了 ，OK 的。那接着我们要再进行我们的下面一项，还有是不是？还有，还有，接着要进入到我们的水肺科目了。水肺的科目，对，水肺科目 ，check it out，check it out，yes。我们在四个角落都各有放有双管水肺，我们叫做呼吸站。是，你游到一个角落之后，接着你就开始吸气。那我们一般正常是要求说吸五口就出发，因为这是一个测验，超过就会开始扣分。是，双手放在前方，脚是自由脚的方式前往下一个呼吸站。是，那过程中呢，我们的身体的高度大概要在这个视窗的下缘，然后嘴巴我要看到你微微的吐气。因为我们是在模拟假设水中有减压站的时候，我们要吐气上升，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深的池子，所以我们是做一个平面的模拟，所以嘴巴要，我要看到你微微的一直在吐气 okay, 到下一站。好，那个呼吸管会一直吸到水，先吐再吸啊。对，第一下稍微比较紧张，有点不习惯。后面三下四下就比较顺。对，后来就这边就比较顺。对，就比较顺。我们原本是要准备一个高难度的口诀给你吸的，后来想说算了，不要害我啦。每次吸都有水，再怎么吸都有水。再怎么吸都那个，再怎么吸都有水。请问一下，那老人家在干嘛？一样的科目吗？现在装备是在后面，对不对？一样的科目啦，一样的科目。啊！在潜水区而已。走。那等一下你下去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安全潜水员在台哥的左右边，有什么不适的话，或者想要气的话，那我们就跟我们的安全潜水员比个手势，用右手画脖子，说我们没有气了嘛，请给我气源。我没有气了，请给我气源。好，预备。走。
头掉了。什么掉了？我刚刚口具不小心这样掉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处置？再把它找回来。台哥不用想那么多，来，我们面镜戴起来。好，门面镜戴起来。好，台哥，你在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什么事情？其实你没那么怕水。我没那么怕水。对啊，所以等下如果我们这边完成的话，台哥要不要到进阶的位置去？还是不要了。好，来预备，来走。我拿反了，对，拿反了。报告，到学员，到水面，冲个流。好，很好。那台哥，我们就紧接着要再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科目。下一个科目是什么？下一个科目是水中工程。讲这回忆来不及了，你来不及了吗？那我再问一次，你要跟他联系吗？好，我来等一下做最后检查，要确定你的装备是否穿着完整。是，啊，你刚刚气源是多少？气源是40，四十八，好，还100，到底有没有在认真检查？没有。上升的时候到底在看什么？100。好，你的气瓶也没有全开，你只开一点点，你这样不怕气源突然关闭吗？怕。好，脱掉吧。OK， 谢谢教官。哎，那个试点真的不容易，因为一开始会有点害怕，因为你看不到，它也是结合自潜跟水肺的一个结合。你是憋气嘛？憋气之后要先吐气，再吸那个，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弄，我就吃到水，然后每一吸每一次吃到水，不是压在。啊，就好。我跟你说，你真的没办法，可以啊，你真的没办法喊我。我现在受到所有弟兄的尊重，真的，你真的没办法喊我。我随便跟你讲，等一下，嚣张了是不是？有没有跳水嘛？我现在就跳给你看。有没有跳那个嘛？非洲跳那个嘛？有没有跳过嘛？跳了是不是？我跳，然后我跟你说，底下有四个点都没有面筋，那就有四个点。谁要喊？谁要喊？我是来看一下你有没有需要帮忙。我跟你说，真的，大哥，我快累死。我本来是想来哈你们。对。可我想说，你今天讲完这个，我觉得我那边受用，我是不是暂停啊？我刚刚还就是隐约听到那边有欢乐声，觉得你是不是把泡泡他们邀过来都有可能。先等一下，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按部就班？对。总要有初阶，对，跟进阶，对，你要从初阶到进阶，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没有经过初阶的训练，就来到进阶呢？那边我就先收工了。你那边先收工，那边真的是不够看。这样子，这边还要一个训练呢，还没完呢。还没完了吗？ 你也要一起啊？一起，我等你。真的啦，真的。等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
哎呀，换了，要换了，不是，要连续换，向后转，我要回去我的原单位嘛，好不好 ？OK。穿的蛙鞋要横着走，知不知道？知道。或者是要倒退路，知道吗？是不是？好不好？好。搞了半天，他们那边这么苦，我的颜面，我整个颜面扫地了嘛！哎，我跟你说，咬刚刚那个四点，这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只有你可以。我刚一开始下去，真的是很吓到。如果没有那么熟悉那个装备，你这样子下去吐息有没有？绝对呛到水。我刚刚是运用一点小技巧，因为它有个阀门，它是按前面。他那个气会直接冲出来，所以我是下去之后，我已经呛到水了，可是我就直接冲一下。其实我那时候心脏跳超快的，然后我本来要上来的，学长把我压下去。第一次你去看那个画面，他把我压下去。我觉得我已经呛到了，我觉得要上来。会吓到是不是？哎，那是多强的。我第一次哎，没有训练过，很辛苦哎。真的要完成，真的是很难。我跟你讲，不可能，我们一般人不可能。不可能吗？真的不可能。我们来问一下教官，像这样子的东西，您要完成，算不算一个小儿科？你要这样训练，至少要大约7到8周，差不多才能完成。7到8周了，对呀，签了啦。但是像 Kid 签下来了，我刚有问我们的教官跟助教，搞不好2周就可以完成。它等于算是一块奇才。练武奇才，练武奇才，不要！你不要，不要！谢教官，谢教官。接下来的科目是负重踩重跳水，没问题，我先看你负重踩水。你也要啦，负重踩水，接了。哎，各位兄弟，你们都是从这样下去的？你们从军舰就这样下去啊？对。你们不会爬楼梯哦？对呀，我们都爬绳子，上来的时候爬绳子。上来怎么爬绳子啊？上来怎么爬绳子？屁啦！我操！我操！我操！哇！有没有女朋友？有没有女朋友？没有，真的都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都没有。没有，都没有。像这种铁铮铮的汉子，几岁？今年22，长得跟刚40几岁一样。不要乱我乱讲了。跟他们，脚要合起来哦，他还是帅。算了，我看不清了，我先下去了。不要怕，我在。助教，教官上来了。有时候需要一个帮助的，对，一个命令。预备了之后，看着前面喽。预备，走。这是超难克服的吧，教官？你就看着前面，眼睛不是，家弟，我误会啊。全部都来了，台哥。我看，兄弟都来了。可是我现在脚会岔，是为什么？你想太多了，你想的太多，就会有很多的恐惧。好，预备，走。下不去嘞，我又不行。好了，台哥，算了啦，我们走走楼梯下去吧。没有，要不然我们再一次，我会协助你，眼睛闭起来。来，预备，走。从早到晚，通通坚持那一天。
水下作业我最强。那边。趴边，趴边，趴边，趴边。再做一次。请问受训学员，如果说很不小心这样讲一句话，他会受到什么样子的对待？要不就趴下五十下无力挺身，要不再多踩五分钟，选一个。OK 的。来，等我上岸。辛苦了，辛苦了。我跟你讲，还有最后两项。还有，接下来两项是攻击，懂不懂？五十岁以上的已经担任大队长职务的，不用参加这项训练。我先离开了。谁宣布的？我刚刚带总部过来宣布的。台哥，啊，你要走，带我走。带我走。把拖下去。带我走，拜托。台哥。我们现在这一堂最后一个科目要做的是水中攻击，几打几？不一定啊，看运气。没有啦，因为我们主要是带训海军的潜水员，我们的战场在大海，那里除了有我们的敌人之外，其实对我们来讲最重要要克服的是海象的变化。当然，当然。前面一堂水中的科目是让你熟悉你装备的熟悉程度，这一堂水中攻击就是要让你在水中的稳定性能够展现出来。待会做的第一个科目是单人的轻度攻击，潜水员下潜之后。我们会贴着池底，所以我们不会让潜水员知道说你什么时候会被攻击。他攻击手的攻击时间是25秒，他会计时。这超累的哎，要25秒在那边有的没的。对，这25秒你只能够憋气，你不能有任何的抵抗动作。攻击开始之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住你的装备。所以他们会抢他的装备。轻度的部分我们会做几个，第一个会拨面镜，或是让面镜进水；第二个口具会拨掉。第三个，我们气瓶的部分会有背气阀跟气瓶阀开关嘛？气瓶阀的部分我们会把它转，但是不会把它整个关掉，你还是有气。然后好了之后，接着我们会动的，就是可能会把你的蛙鞋拆掉。还有多余的时间，我会进行翻转，就是模拟海浪的冲击啊什么之类的。我直接溺死就快了。不，你放心，你时间到了你就会浮上来，你放心。台哥，你告诉我，现今游泳圈有没有第二个可以做这件事情？没有。其实我算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算是第二个。但是，笑声怎么会变那么大声呢、啊？莫名其妙。什么东西啊？有没有给台哥尊重啊？但是问题是，你是完全可以做上，那我就不能抢你这个风。就是我讲，你懂我意思？说攻击手他就会开始慢慢去做一些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把他气瓶关掉，开始攻击，好，开始戴面镜，拨火具，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憋气，只要一被攻击马上憋气，接着助教会开始给你做翻转，各种的翻转，一直到你的秒数到为止。他在你气瓶后面做了记号，是要让水面上的助教知道说这个学员他有过通过没有？没有过，了解。这是单人轻度的示范说明。是，有任何疑问吗？没有。报教官，请问教官，就是刚刚我们看的是单人嘛？双人大概是怎样？哦，当你被攻击的时候，你的手一定要掌握住你伙伴的肩带，不可以被分开。只要分开，你这个定就算失败。现在看到后面那一个，它是属于攻击重度的，所以它的背架会不会解开？这要过就两个过，没过就两个都没过。我们正常在测试学员的时候，两个都要做过轻度跟重度。假设 A 轻 ，B 是重的，他又要再来一次，又要再一次。
我们正常流程是会单人轻度、双人轻重度、轻重度，然后才会进入单人重度。单人还要再来一次重度，对，那个是进阶版的最后一关考试了。你直接就单人重度进入了。对，不然这样嘛，就认真问你，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做一次轻度；不行的话，我们就撤班。怎么个？不是这样的，不是。你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就做一次重度；你要不可以的话，我们就做一次重度。不是说单人就好了啦，单人重度就好，单人重度，单人就好。对，单人重度是。我等一下，有没有轻重中间的？超重的，我应该不会比。如果待会在水中真的没有气了，就直接是先跟安全潜水员要一两口气，先缓一下，好了之后再继续操作就好。一个月内，不要让我看到你。你真的很屌哎，没话讲哎。开始了哦，攻击开始了。他两只鞋都脱掉，把他憋死了。这些工作人员留意一下状况，留意一下状况。我们要先沉坐姿，先沉坐姿，先不要前面进，先沉坐姿。跟着我跟你讲 ，Kid， 你超镇静，我吓一跳，吓一跳对不对？对，超强，我吓一跳，我想说怎么那么多，然后他们把这个打劫，神经病哦、喔！他们刚刚在示范的时候都没打劫，没有，他有讲有会打劫，我就奇怪，东西怎么不见？啊、完蛋，我死定，因为我对这个装备第一次用，我没有用过这个装备。我现在决定把木曜四大丸的主持棒交给你，你以后就是我大哥，我扛不住啊，扛不住，真的扛不住。你太屌了，掌声鼓励。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教官，教官对于您今天的表现，是教官的奖评。教官，您刚刚在旁边看着您的奖评，我看了也是蛮感动的，居然魔王的关卡，居然可以让 Kid 这么冷静的处理，很冷静啊，讲实在话，非常的冷静，对不对？所以我刚讲的对不对？其实他前面有一点点没有气，其实教官递给他，他就应该要。其实我们在水下作业的时候都是双人组，就是有潜伴制度的。对，如果你真的需要共生，你就把你手势比出来，没问题，之后你的伙伴就要给你。所以对于他的表现，他真的是练武奇才无误的。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原本我设想的，因为刚刚看示范是
一个一个来嘛，他三个来同时间把我这样弄乱七八糟的，我真的有点慌了。有点慌，对不对？对，但是唯一在水中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对，谢谢教官，谢谢教官，谢谢教官。所以经过这一整天，那明天我们就会还有这，是不是要回台北了吗？要。已经完成这边泳池的阶段了，所以明天就会实际到水下。我们直接第二天就进淡海了。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就明天见。明天动吧，动动。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大家早安，神清气爽。今天是台哥跟 K 的训练的第三天。昨天我就问你有什么好开场？要开什么场？我就问你。昨天我的演讲盛况空前，观众非常。开场到底要干嘛？你的演讲盛况空前，关我们屁事。我们在认真训练呢，好不好？今天我们两个人又要弄一整天，请问两位昨晚有睡好吗？有吗？有完全没有。哎呦，哎，怪了，我第一天晚上没睡好，结果我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昨天刚好有适度的运动。那我们问一下超度的运动的人。我觉得昨天有点变态。什么屁话？什么叫我昨天是适度，他超度？我们两个其实他讲的也不是没有错。OK OK OK。第三天的训练听说很特别。OK。希望你们今天可以顺利的完成。那你今天的行程是什么？我等一下可能做个 SPA 吧，因为饭店到时间就会。神秘老母。到底要不要进去？快点呐！好啦，走啦！今天我们再冲一天的啦，最后一天喽，好不好？下一次军旅的这种生活就是一年后、两年后喽。没有没有，已经安排好了，放心，很快。Check it out。Yes， 我要拿一点什么西装那种定制的那种来。昆达已经拍完了，去，走走，走走，各位走。耶，我们为什么一个人穿衣服，一个人没有穿衣服，这是什么用意呢？今天要进入所谓的工作专场的训练，今天的科目有两个，第一个是水面攻击潜水，水面攻击潜水。水面攻气，攻气潜水哦，攻气潜水不是在攻击，不要在攻气，对对对，攻气潜水。第二项是陆上爆破训练，所以我今天穿成这样，我应该是属于爆破的部分。台哥果然是厉害，那就麻烦你们 P 的。其实是什么话？哇，你的好棒的直觉，爆破也是一门专业。对，我们水上作业大队，我们是一家人。对啊，是，我们各司其职。一定还是要有人按下那个钮。所以我们要各自带开吗？是，我们一定不辱使命。是，使命必是。我跟你要加油哦！哎哎，好不好？尽量多做一点事情，让大家有一些画面跳。没办法，你是什么话？没有没有，你是什么话？九哥好，所以我现在要做的这个作业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在模拟我们要进行水中的船舰或者海底的管路维修。海底有什么管线？电缆、油管啊，或者通讯缆。这个也要你们来负责，因为我们是救难潜水员。是。当民营无法处理的时候，对，需要动用到国家资源的时候，是，就会找你去。然后那个时候状态已经是很惨的状态了，所以就要交给你们来负责。对。真衰、欸。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两个要结合的管子。是。第一个动作，你先不用这个工具，你只要先穿过去，然后找一个点，对，把它稳定好。所以你们会有两个潜水员，两个要互相帮忙。是。那这中间有很多困难的点，要靠你自己去体会。还要自己去体会。对。好，是教官。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先下去看这个等要戴的头盔？对，教他基本的使用方式。哦，所以今天我不是戴 BCD 下去啊，是不是？是戴那个潜水头盔，深海潜水。为什么要这么 gay bye？ 我们在这种状况下，岸上要持续供给你气源，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坐多久。对。第二个就是这套系统是可以跟岸上通话，有任何状况马上回报。哎，那头盔感觉听起来就蛮方便的啊，但是它也更重啊，因为你重，可是它多重？它重量28磅，约12到13公斤，单纯头盔啊。那整个装备加起来的话，大约35-36公斤。这个我跟你讲，我要去了，我要去了，下去看本人就知道。这就是我们叫做 CCB 的深海潜水头盔，玻璃纤维做的，它最大深度可以耐压到1000米，大概300多米。没有去那边吧？对，没有去那边。这样一个马桶吗？我们就叫马桶盖。真的是马桶哎、欸！那叫台哥来看我们。
就是我就上那个断头台的感觉。好，左前二号潜水锁装完毕。好，潜水员上头盔。潜水员上头盔。老板有吗？听得到吗？好，你要自己用手试一下。你试着把头盔往自己的脸部压，你自己可以移动一下头盔。没有。如果能拿下吗？可以，先下头盔，可以先卸头盔。哇，好重啊！我点不到那个鼻子那个。对啊，我刚点。然后待会我们把它缠厚一点。这样 OK， 这样的话 OK。这个真的令人恐惧，因为它是外界的力量把你锁住。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你真的说紧张哦，你没办法自己拔掉。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哦，这体验太痛苦了。我要总监，二号潜水员着装完毕。好，测试通话系统。二号潜水员按台网路四通，你听我声音如何？三秒清楚。好，大家注意，潜水员准备一次跳台位置。好，请二号潜水员先观看一号的动作。他说倒立的时候会有这种状况，没错。这个你还 OK 吗？我会好好做这边的。我通知一号潜水员，后续工作由二号自行完成。二号不会回话。哎，没问题。二号，我正在忙。快了，快了，剩两分。快好了，快好了。OK。好，完成。好，通知潜水员返回载台位置。好，大家注意，潜水员准备上升。潜水员准备上升。进入海底时间16分钟。还好吗？哇哦！好 ，OK 吗 ？OK。来，眼睛看我。OK。没有醉 ，OK。哦，我的落枕了又更严重了。嗯，我现在脖子不能扭了。哎，组长，不好意思，不管是在路上，或在跳台那边，或在水下看到的状况都还算不错。那刚才你所使用的海底时间大概16分钟，你就是16分钟你就把这个工作完成了，是，实际上都做得非常好，是，非常不错。谢谢。那我们这边再给 Kid 掌声鼓励鼓励。今天很辛苦，但是紧接着我们还有下一个科目。哎呦，可不可以
申请休息三分钟。可以可以可以，谢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太累了，那个可能要沙龙 pass 来一下。刚刚因为一开始下去的那个没有想到那么重，然后转一下，整个这样就扭一下。我还本来想说会不会这样那么重，然后跳下去的时候，突然脖子就直接飘在水里面。然后我刚刚看到那个学长，他有跳下去的时候，他在转身，对，那个动作是比较帅，对。他在哪里？白痴啊！转身，我原本以为要转身呢、欸。我说怎么那么难啊？好，谢谢。那我先休息一下、喔。啊，毕哥辛苦了。哎、欸，我要拖一下。好。然后脖子真扭到了，我脖子真的大扭。真的大扭。嗯。好，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械士官长，是吧？是。士官长，我想请教您一下，是什么叫做水械？这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大队里面有分两种，一种叫做水中机械，那他们是比较属于救难型的潜水员。我们中队是蟹弹水中队，我们是属于水中蟹弹，主要是针对水下的未爆弹的处理。那像社长，您大概已经在部队服役多久？今年是第19年。了不起，19年的资深的士官长。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被选拔到这个爆破组来？对，原因是什么？是我太优秀了，还是？第一个是台哥比较优秀，那可能。爆破是比较严谨的工作，所以需要台哥这么成熟稳重的才可以胜任。看到没有？这个不是说司令长在胡说八道，他这个是我等于推甄上来的，你知道吗？推甄到这个单位，我要不然我一样去潜水嘛，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 Kid 跟我是应该是不分上下，就是不分彼此。好了，跟台哥报告，就是我们只要一进入爆破场，是就是不能嬉戏打闹。一切都要听从现场指挥的口令。我们等一下会做的有两个动作，是一个是我们有限的，跟一个是无限的。那有限的呢，它是比较属于老旧型的，距离太长的话，会它电阻的问题没办法导通，是就可能会容易造成任务的失误。无限的话，限定就没有那么多。但在空旷的场地的话，它的接收距离可以最多到10公里。那现在跟台哥大概介绍一下，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雷管钳，固定我们的雷管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激发器。那这个是它的充电钮，教官下你开始引爆，按下去就可以引爆了。这个是我们的模拟电雷管，如果说你单纯起爆这个话，一样会有一定的杀伤力。了解。对，那等一下我们会做的就是会以这个电火头，电火头去模拟这个电雷管跟组装药，它还是有一点点效果。我们下午进入到爆破场地的时候，台哥就可以看到一个整个的炸药链。好，那台哥我们要直接做吗？直接做。好。那这一段就主要就是要测试说我布放出来的电线它的线路是导通的。爆破电线导通测试。导通。那这时候导通测试好，我们会先让电线短路，那再接着做下一个动作。领取电雷管，手刀接地2至4秒领取电雷管。将电雷管布放在沙包上，以沙包覆盖电雷管。将电雷管脚线展开，导通测试电雷管。手刀接地领取电雷管，回收脚线，布放爆破电线，导通测试正常。下一个动作就是爆破电线与激发器结合。激发器充电，充电，充电完毕。准备引爆，准备引爆，准备引爆，准备引爆。开始引爆，开始引爆，开始引爆，开始引爆。放放放，放放放。OK， 恭喜。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程序。哇塞，我觉得太难了。你现在以我的金鱼脑、布拉鱼脑，能够记得住这么多吗？没关系，应该是可以。可以，好不好？我来学习一下 ，check it out。刚刚学长讲的那句是什么？手刀接地2至4秒，排除身上静电。手刀置地的目的是为了排除身上静电。对，因为可能身上会有一些静电，它只要些微的电量就会就够了。哇塞！多少是正常？是0点？他没有说数值一定是多少，他只是显示出它就是有电阻存在。手刀接地24秒。
排除身上静电。OK， 好。然后这时候做电雷管导通测试。电雷管导通测试。导通测试正常。手刀接地二至四秒，排除身上静电。另一只手按住他的脚线，避免离开沙包的时候电雷管滚动。这里的话，我跟他解释一下，因为布放完之后会有一个组装药跟电雷管。那这里我们因为没有组装药，所以我们就做到这里。了解。电线导通测试，导通测试正常，电线与激发器结合。激发器充电，激发器充电，准备引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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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引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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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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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雷管这样放嘞，我天嘞，怎么现在不提升嘞？这个不能等闲视，是其实它即使是在这个，台哥等一下。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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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兴奋了。激发器与爆破电线分离，爆破完成。好，恭喜台哥已经成为一个做过基础爆破的学员了。哇塞，合格的学员！我刚突然间爆一下，结果太过于兴奋，结果指挥长说还没完成呢。所以我们开头就讲说，一定都要听从教官的。只是一定要听。刚刚就有点失控了。失控，失控，对不起，对不起。报告，报告，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因为刚刚突然间太兴奋，这样子初步的学习，我自己觉得很非常有成就感，好不好？那想请问一下教官，接下来我们要……那我们要再试一下无线的。无线的。爆破电线与子机结合，子机导通测试，绿灯就好了。导通测试正常。那我们要测安全机制，我们有一个备战。在旁边这边按下去之后，我有一个安全等待时间六分钟，等六分钟一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引爆它。意思是说，我们按下去有六分钟以后才可以做引爆的这个动作，但它不会六分钟到了它就自动引爆，不会，不会，不会，所以还是要人为操控。对，没错。是哦，人员就撤离。对，我们就会撤离。人员撤离，那我们就这个要带走了。对，这个要带走。我们推到安全区之后，会再做一次导通测试，那就是由我们的主机来做操控。凯哥长按，导通测试，六分钟安全等待时间也到，安全等待时间到，充电，充电，充电 ，OK， 准备引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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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引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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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放，放。激发完成，导通测试。恭喜恭喜，台哥完成了有线及无线的引爆。哇，大概记得起来，可以，不错。我们就来真的爆真的，爆真的，来震撼一下，真的震撼吗？好，那我们准备下午正式引爆。报告教官，那我们现在下去的这个任务有什么？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吗？我今天跟你说明一下。那我们今天是执行新营军舰的水下作业检查。是。待会你跟你的潜水员少杰，是。从我们舰尾这边下水之后，先检查左边的车叶，对。然后再往前面往大轴走，是。在右边的大轴，再回来到右边的车叶，对。然后它的车叶是五个叶片。那我如果下去真的检查到一边只有四片，上来也不好意思跟你们讲。你这样上来就回报啊。就会回报跟干嘛？就说不好意思，你们的船。少一片，那一定要讲。那我会认真，我会认真、哦。非常尽责的回报。我会认真回报、哦。OK， 一定要讲。OK, OK, OK。那如果有渔网或是缆绳的缠绕，那一样要做处理。OK。做状况排除。没问题，那就麻烦学长喽。不会。看起来这个学长很不可靠的感觉。没问题啊。你要我们要感情好一点的、啊。怎么说 ？OK 啊、哦。我们下去报个一组。好，走吧。手刀子啊！谢谢教官，不好意思，我今天是伤兵。
哇！没关系，我可以，我可以，我撑得住，我撑住。要赶快下水了哦。不要不要，可以可以，我现在反而背上装备好多了，不知道为什么。走。哦，在水下还是比较舒服。这水是海苔吗？海苔汤吗？水面，老总监，又车叶船要用，都排除了吗？没有，还没。超级无敌多，剩下大概多少？大概一半以上。一半以上，我弄了很久。这个下面看得到吗？渔网真，我能见度大概2米，1米吧。那个绳子太多了，渔网真的超多的。啊，车叶有五片吗？有，都有。都还在。对。好。抱旁边的绳子会比较好，比较好助力。大腿一定要打。可以啊。感谢。报告长官，你的测验太难了吧？不会啊。里面大概有细的网子、中的网子、粗的网子，还有这么粗的绳子，你什么东西都丢下去？没有，他平常可能遇到就是这种状况。我想应该是在下面的时候。那个我能见度真的太低了，我连港大概都是这样的，好的时候可能有3米，它不好可能就是手伸下来就看不到了。是，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把它那个初步的完成了一些网，排除里面还很多，麻烦各位学长去帮他清理一下。那待会你还有那个我们最后的结训的考验在等着你，可以结训了，可以，终于可以结训了，还有最后一关。好，谢长官， okay, 谢长官，谢长官，跟我真的要累死了，我真的要累死了。
刚看到的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一批学员呐、啊，他们在实施这个爆破的训练。那早上我们做的就是模拟的过程，那今天下午的话，我们就会实爆，那整个爆破的震撼的场面就会出来。刚刚我已经看到那个震撼场面了，等一下也是一样，不实际操作，但是我们就跟在学员旁边。是，对，我当然不能实做，但是我就是旁边跟着一起操作，因为这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部分，准备实际操作，去给他。指挥就下令不放组装药，那我们就把组装药放到我们的炸点。台哥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带形装药，那就主要是要炸那个钢板，两寸厚以下的钢板。是，那把它做切割，是，把它切断。是，那组装药放布放完毕，就领取电雷管。这个就是我们早上看到的模拟的，那这是实际的。一根电雷管实施导通测试，接。会接两个电雷管。Go。电雷管与爆破电线做结合。好，好之后就与爆破电线做结合。拿电雷管的过程中，都注意不要去敲打到它。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爆破呢路上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示范是。水上的爆破，水中爆破，水中的爆破。我们单位主要是做水下的未爆弹处理。是。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有一个水柱爆破的场面，水柱爆破呈现出来。了解。刚才已经我们的弟兄已经把这个爆破的点都已经安装好了。对，都已经布要了。布要好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一并，路上的爆破完以后，水中的爆破也会展开。对，没错，会一并做。对。好，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这样子路上跟水中爆破的场面。重要组充电完毕，快爆！准备爆！台哥，那现在我们炸药已经布放完毕了，那这第三点就交给台哥来起爆。是。没问题吧？没问题。有没有信心？有。好，那交给台哥。好，凤山组，爆破电线与激发器做结合。凤山组，爆发电线，爆破电线与激发器做结合。充电。开始充电。充电完毕。好，准备引爆。准备引爆，准备引爆，准备引爆。开始引爆。开始引爆，开始引爆，开始引爆。放。放放放。恭喜台哥完成生平第一次的路上爆破。台哥有什么心得？心得就是，真的就是要如同我们示范长讲，每一动每一做都要遵从长官、遵从助教他们的指示。为什么要附送？很简单，就是这个附送的就是表示这个命令我听到了，再确认，我知道了，我再确认，而且我确认了三次，是，所以每一次都确认无误以后。最后才能执行这个命令，没错，这个是很重要的。谢谢指挥长。那台哥，我们接下来就准备水中爆破。水中爆破。参观一下。来参考我的工作是吧？我的工作相当的危险又辛苦啊。我们这一波又一波的，我们都已经几波了，一波砰砰砰砰砰，我还等你来是不是？啊？是炸那个桶子吗？没有，我们炸那个钢板，我给你看一下，那个炸的钢板这么，你自己摸。直接破掉、哦，直接破掉，这是刚刚炸的。总共5个点，是，所以等一下是一次性引爆，一次性引爆，对，是。那这个动辄大案就交给台哥，谢谢团长，一定不能失败，是，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好，那，是，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是，就来了，好，导通测试正常，充电完毕，准备引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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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引爆，开始引爆，开始引爆，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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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也太哦，这在民间的话就叫水舞哎，我玩掉了，好险有来，好险有来看到，完成，台哥已经完成你生平的第一次水中爆破，要不要说一下你的感想？哇，这个还是有点这个紧张啊，虽然说一切都已经就绪了，所以是班长。让我人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也让我们更加知道说水下作业大队其实平常的训练真的是很精实。是，谢谢，谢谢，谢谢助教，谢谢。台哥今天也完成了基础爆破的训练，是特种爆破训练，是以及水中爆破训练，是其实已经是一个半合格的爆破队员。对，我只能算是一个见习了。对，见习，我只能算是一个见习。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再去接下来的任务。对 ，OK， 继续。啊，台哥，我刚看到你这样英勇的表现，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爆破，台哥，我觉得你那个手指按下去那按钮的那一刹那，我真的有被你摔到。我摔到吗？对，其实我老实讲，其实我蛮紧张的。真的，真的，因为你万一什么事情，我们都是一定要防患未然，是对不对？那万一出什么事情，这个风险就很大。所以台哥刚训练的就是准备一爆，准备一爆，准备一爆，对，发射，发射，发射，不是，按下去，放放放，对，然后就。就这样，对，你刚刚一整个下午就这样，令我非常的佩服。你这样，从头到尾是要表达什么？没有，就台哥真的，哎，不要嬉笑哦，不要嬉笑，不要嬉笑是吗？你刚这样想想表达什么东西？我真的是很佩服你，莫名其妙。我们现在啊，这个接下来要去准备领勋章了。对，我希望你这两天的表现啊，看你能不能拿到金龙徽章啊。好不好？我这样还拿不到金龙徽章，我这样还拿不到，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我没拿到，你拿到，你这样讲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讲啊，你讲。没有没有，台哥，这一切都是公平的。公平的吗？公平的，好不好？好 ，OK。好了，就这样，我们去看看有没有机会捷讯 ，OK， 拿到这个，好吧？没有没有机会就算了。是，你自己要回去要检讨。好，好不好？我会的，是啊。听说已经到最后阶段了，是不是？是。因为经过这几项科目的训练，我觉得台哥跟 Kid 都表现得非常的好。你确定是台哥跟 Kid 吗？还是只有台哥？还是只有台哥表现得非常好？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好像做不太好。不，你这样子就是谦虚了嘛。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国军就是一家人。是。所以我们不能分彼此啊。没错。我不会说你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对。你也不能说我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当然当然。是不是？所以接下来就是因为各两位表现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大党会授予两位这个荣誉徽，但是要拿这个荣誉徽，还是得经过一番的考验。是，一番考验。对。所以等一下会有我们的学员去做示范，是。然后潜泳去寻找你的宝藏箱，然后宝藏箱里面有放着荣徽，拿到之后爬绳子上去。爬绳子上去。那因为学员是用爬绳子的方式，是。那两位因为是来经过一天嘛，就一天两天，两天而已，所以我们就是一天的问题，是是是。如果每一天就爬到了，那是得跟他们学员没面子嘛，对是是是。所以组长，您的意思是怎么样？旁边有备变这个绳梯战术。神梯它旁边有战术嘛，就听起来就厉害了，比较难啊。对，当然是比较难，比较难。对，所以就把这个科目就留给台哥跟 Kid。是。所以您的意思是我们等下潜泳，潜到下面去，还要先拿到，再爬上去。这个是又没挖进啊。对，又没挖进，挖进发明来就是要带的，你偏偏又不要让我们用挖进。是，因为我们通常有时候在水下作业的时候，或者出任务的时候，有时候挖进会掉掉啊，掉你要自己去克服。我刚在清拉法叶剑的时候，清拉底下就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你现在讲这个好像说，我讲的很像厉害，有没有？突然间讲这个，我们接什么？我跟你讲，刚刚我在爆破的时候，你刚刚按的那钮，按钮，稍微要加点润滑油才办法按得下去，比较舒服一点。说，那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吗？是开始。那我们现在就请学员去来做这个示范。是是。
好 ，OK。这是女生，你看一下，好吧，女生哦。他有点那个，他是看到没有？他是女生，他派一位学姐，直接这样子，这都动，没有问题。我们是战术神梯哦，我们是战术神梯，我们是右边这个战术神梯，对对对对，好不好？好好好，那用战术神梯来挑战一下。OK， 我先来好了，万一我不行，不行，你要压走啦，你要压走啦，你要压走。真的会害怕，不行啊！你压走，你赢的当然是压走啊！你赢的选第二个了，我先选。动用学员、成员，准备完成，穿。对，前面上，你拿钩破，你拿钩破干嘛？拿错，重来，这是不顺。那我先啊，我一人一次啊。潜水员动腰，潜水员准备完毕，我。潜水员动量，林波森准备出发。不行了，对不对？不行了，对不对？他根本没下去啊！他拿到了，他拿到了。这个徽章代表你这个两天来努力的成果。虽然我们不能用正式的这个授徽的仪式，但是希望你可以把它好好的留下来。好，谢谢长官。你在这边等一下，我们等一下看看台哥他表现的如何。长官，我建议你那另外一个勋章可以先把它丢到大海里面的，对他永远都捡不起来的。我跟你讲，真的是这些弟兄唱歌给我听，有那个鼓舞我自己的那个。对对对，台哥，来这边就有歌可以听了。那个歌一听完，马上就有力气，真的。台哥加油！潜水员动腰，台资源准备完成。你脚是怎么换气？你怎么换气？游过来，
台哥脚伸直了。台哥，你的身体靠近神梯，让身体跟神梯垂直。这样练也不简单。不要往后倒。对对对。脚才是重点，脚才是重点，脚踩稳再出手，脚踩稳再出手。然后身体脚踩直，身体要先伸直。对对对，抓着神梯，脚踩直，把神梯压直。泰哥，我们敬爱你，泰哥，泰哥，我们敬爱你，身体爬上去，身体爬上去。别别，来来来来来，放心，别放心。大长是这个战斗神经比那个还困难，其实也不简单的。我靠，真的不轻松，我不愿意，真的不轻松。大家不要被这个战斗这个什么战斗神经、战术神梯骗了，骗了，都被骗了啦！骗，你去爬一下这个。好，我先去爬。你去爬，我先爬。你说我爬是很顺利上来，我刚刚讲话，这个战斗神经比那个还困难，骗了，都被骗了啦！都屁话。好，来，我去，好不好？反正你还没受训，你先受训。对对对，裁判先受训，裁判先受训。王队长，请你动腰，裁决完成。好，恭喜你，今天就一个仪式代表一下。好，谢谢，恭喜两位。但是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特别制作了一个这个纪念牌。怒海潜将，海军水下作业大队一日潜水员，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太厉害了，谢谢，也是一样，这个底子真的很好，我们帮你开个缺，没关系，大家让，没关系，是不是？更多优秀的，要更开个缺，要了，要了。我真是充满了满满的感动啦，我跟你讲，真的，我们的训练哈。真的是皮毛了，真的不及大家的万分之一。尤其我今天看到任杰，对不对？这一个女潜水员是这么努力，刚刚这样爬上来，她看她有多远。那个时候的心情，我想问一下任杰，你自己完成的时候是什么？在那个当下，就是要保持冷静，是你会觉得说这么多人在看，有这个压力，就差这一步了。受训到这个地步，是，如果放弃，你就前面几个月就是白费了。我们刚刚一半会想放弃的原因，就是因为本身就算放弃也只是两天的事情，再重新训练也是两天。然后刚刚那个神梯您爬过吗？爬过，也爬过。讲起来是不是绳子还好一点？这两个要爬完，你说您有爬？对对对对对对，讲真的，是。不，你大哥辛苦了。谢谢大家，这个水下作业大队，我们可以讲说一日潜水员成功吗？可以，没问题，可以的。好，水下作业大队一日潜水员。成功！耶，终于完成了！耶！谢谢，台哥，要不要再试一下？往下跳，对。因为昨天那个太。一日潜水员成功！台哥，这节目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谢谢你给我机会，谢谢。OK 的，我就先问你，为什么脸上又有碎痕？我跟你讲，而且这次是两边都有。你想，我跟你讲，不可能的。我从下午我就一直在担心你们的录影的过程，我有多害怕，你知道吗？我那烧肉我没吃完呢，我没有心情把它吃完，你知道吗 ？A 五的那种套餐 ，A 你老母啊！不然我来干嘛？那你来到底要干嘛嘛？对，来干嘛？那你要干嘛来嘛？那来干嘛？我也不知道啊。他报我们这边的高铁费去演讲。OK。对对对。还有，我真的快不行了，快不行了。我们已经表现出所有的诚意给观众朋友看。对。我觉得真的现在够了，在说什么了？够了。你从那边叫他，叫 Kid。干嘛 ？Kid。
是三天而已，你们都感觉瘦。我都瘦吗？我告诉你，胖的不像话。我现在真的三天胖的三天不像话，真的。你真的是董卓加安禄山呢、欸。我有克制。你叫董安好了。我没有吃太多。董安，董安，董安，董安。啊，那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这样可以了。从军原因其实蛮简单，就是家里面也都是军中的人啊。在刚进来的时候，也就是想说我到底要做多久，越做越久了之后就不再去想那么多啊，然后就是一直去做，发现到我们自己对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学不完啊，一个学一个，一个学一个，一个学一个，学到后面就一直到现在还没学完。那时候是因为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是游泳队的，就是我很喜欢游泳，然后也把它当就是兴趣。所以我又想着，就是希望以后的工作是可以跟水域有相关，是碰巧，然后就认识到是国军有一个潜水的部队单位，我就觉得很有挑战性，然后又很有专业性，就是想要进来学习，然后挑战看看。因为爸爸是陆战队的，我本身是运动员出身的，是练田径的，那我那时候本来要去挑战陆战两栖。那后来还是选择来海军去船上历练看看。我那个时候刚入伍没多久，没几年的时候遇到了八八风灾。那个时候我们一接到命令的时候，整完装备，然后前往到该地区，就是屏东的林边乡。那一去到那边的时候，想说奇怪，怎么车子就停到开到一半就不下去了，就卡在那个下交流道的地方。然后就接到命令说，我们要在那个地方下车。一下车了之后才发现到原来已经水淹到了整个交流道的上面匝道口的位置，然后开始橡皮艇进去里面发放物资，还有把一些需要急迫救援的人把他们带出来。嗯，一开始知道我想要受这个训来挑战这个单位的时候，就是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所以他们会觉得就是很不放心啊，但是久了之后他们也渐渐相信这里，就是相信这里的专业，然后也相信我的能力在这里去学习。我们大队的话，我们有分作业队跟霰弹处理总队，那我们霰弹处理总队的主要任务可能就是要帮舰艇就是剔除航道，比如说水雷或者是说鱼雷方面的，我们要把它处理掉，让我们的舰艇可以顺利的就是出港执行作战。对，那像我们的作业队的话，船只可能受到破坏了，他们要去帮忙修补，水下修补。那我们的每一艘军舰，它每个时期，也就是说每一个周期，就会有一个水下作业的检查，从船头检查到船尾，还有一些是配合着船上，他们会有一些操演的部分，会再去协助他们在做操演的这些任务，这样子。未来只希望说我们这个单位能够顺顺利利的。不会再有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发生了，对。
Everything can change and we'll forget. You throwing things and screaming in my head. When all that we are is just as we were. And it's never been clear why you were never really sure.